很渺小，但是经过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之后的发生之后，我们每个人的翅膀已经长得更大了，对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每个人从昨天都有学到一点的东西啊，都有学到，我觉得不只是一点啊，是非常多的东西啊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个使命，青山大使的使命哦，带回去我们各自的 market， 然后再继续的做，从这去影响更加多的人来去参与我们这个青山大使，因为我们就是那一个协美的那一个翅膀，我们就是协美的那一个 backbone 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感动啊。我昨晚上过后哦，我看到大家应该要做的东西就做，不只是唱歌罢了，而且我发现到昨天晚上我们不够椅子坐，哎，你想一下这个会场哦，人太多，不够椅子坐，哎，所以我觉得，然后有很一部分的青山大使都一直在忙着找，在黑暗中去寻找位置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那一个同心协力的那一颗心哦，真的是有在这里面啊。都有在协美里面，在外面哦是找不到，对吧？真的，所以真的是我非常感恩啊！我真的是能够 part of 这个 family members 啊，我觉得这个大家庭哦真的是值得拥有的一切啦，真的。所以这个是我的小小分享，谢谢大家。